啊，多谢杨总经理。咁啊，但系辣椒仲有得甜啊，因为辣椒仲有呢个好重要嘅小组。呢只麻烦你，你话主席啦，就咁重要嘅讲，我跟住两个重要人物。之后我哋欢迎我哋今次比赛嘅 MVP。最有價值球員，傑斯黃子豪。Yeah.